是看你的考场，然后后来可能就明天考试的人没有资格出去，然后可能就会吃点东西吧那边，然后继续复习。后面还在下雪，对，一定会下雪，然后下了一天了已经。我天，可能是天冷了，然后呢天气突然晚，它会有一种结冰了。还好其实看着这种白雪花花的，没有很冷，我觉得比较负一度，对，今年可能比较习惯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早，然后再看一眼，前面这个是我们学校的医务楼吧，这个可以算是。我本来想早一点的拉出来，但是因为复习的有点晚，而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经历，就是穿那种短床啊，然后每次都会掉，有好多人都会有这种相同的经历吧。对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医务室，然后前面那个应该是门纳尼技术楼，这也是我们学校新建的，就这个。然后怎么感觉这么黑呀、啊？本来想早点带大家出来，但是就是要复习，因为明天要考试。然后我现在呢，就是准备去看一眼考场。现在这会基本都是他考的啊，这是我们的入楼。还有我，PAC Source， 我应该从 West 上去，因为我是。哎，我三个考试，三个还没去过，但是我同学告诉我，我是来三个考试。这边有张体育馆，我还没有去过了，现在还是。啊，只要没下雪的话，然后这两天可能下雪比较多，然后就低着了。啊，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？好，我们走进来看吧 ，PAC West。水啊，其实这里还在施工，但是对，施工也无法阻挡我们学校考试。我在 PCE 考试，我觉得这个之后呢，还可以再看一看。我同学就是另外一个系的，他是物理系的，然后他考物理的时候他是下午考，所以他还一天时间复习。然后我两个考试都是，就是12点，不对，8点半我就考了，然后就在那个上课上课，然后我在最紧张时间的时候错了，对，然后就走不来了，很近，应该是我们的宿舍楼。我现在从这个大门进去，我其实已经带大家走过了，那我们走这个小路好了。